队派出我们的小福娃吴过手。哇，一边有杀手锏，一边有必杀技，这一轮真的是终极对决，两位都会带来自己的原创歌曲。先来为自己加油，来张伟。那今天既然是我们小二班翻身的日子，那一首歌当然要让世界为你转身。张伟，默默，今天对于我们哈哈小组也是至关重要的天，所以我要献上一曲。Yes， 我要给你。今天都是两队最重要的一天，结果如何？虽然说我们已经很了解吴莫愁的这首歌了，但是还是要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让大家更多的支持。好，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给你》，给你们什么呢？就是爱的力量。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哈林老师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所以虽然今天哈林老师没有来，但是我一个人代表他们，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我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人，那么现在地球人准备好，这首歌曲我要给你。
唱出来。我看到默默也拼了，你看这一块是从他身上的衣服上掉下来的，你扔给大家，扯下来扔给大家那边。天哪，这是见证的默默，刚才多用力啊！天哪，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过了一个年之后就两个人在舞台上的魅力更加充沛了。对，而且我们看到王珂，你看身上全是钉，照样在那边跳，对，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好看吗？比赛太精彩了。不过这一轮我们要比拼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默默，我们张伟之间的角逐，两位当中只有一个可以获胜，记得支持他们。还记得我们的编号吗？我们的张伟编号是一，吴莫愁的编号是二，都可以发送到10669588298。而且经过他们两个的比拼角逐获胜之后，我们将现场为大家抽出一台东风雪铁龙一年的使用权，送给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谁想要？东风雪铁龙 C4L 款，就是现在。而现在我们也有请张伟和吴莫愁来到舞台中间。演了这么多场，对不对？车跟云从来没有缘分，只是跟我们的观众有缘分，要为他们来送出这一台车。还是先来大声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让大家来支持一下你们。张伟，那既然我手有礼物送给大家，我也把我的假牙送给大家。好呀，我要。一把是一排，好不好？来，挡着我，把他的假牙。没有没有，哎呦，哎，再丢一块。你搞得我很激动啊，是不是呀？再跳个小半小时。因为不用跳了，刚才跳过了，大家看腻歪了。这一次呢，是我觉得对于哈林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当然了，张伟是最棒的。我也行，差不多。好的，我们来听听现场你们的支持率，好不好？用你们的欢呼声来代表支持默默吴莫愁的，请欢呼和鼓掌。再大声一点。接下来拿出你们吃奶的力气。如果你支持张伟的话，请欢呼和鼓掌。加油！能再来一次吗？张伟，连明天早饭的力气都喊出来了。而且他们也是为了我们接下来要抽取的这个奖品在呼喊呐喊。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刻稍微来放松一下，因为现场就是前面那一台全新的东风雪铁龙 CCR 即将属于我们在座的某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张伟喊开始，吴莫愁喊停，来，张伟话筒。张伟，开始。停不停？停停。你决定。停不停？等会儿，那等会儿，在10分钟之后等。我们等待你们的对战结果。1、2、3，停！好，我们来看一看138对战最强音6288，我们现场直接拨号。现在是你吗？我们拨号好不好？你先安静一点，你千万别让别人打你的手机哦。这个时候，待会我打的那一瞬间，如果你手机停机的话，对不起，我们只能换人了。吴莫愁。这位女士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双唇紧紧地咬在了一起。她就生怕这个时候谁给她打个电话。如果有人再打你电话接不通的话，我们就换号码。好，我们直接开通的是免提。你告诉我她电话，我帮你记。我打马谁呀？这个时刻还要是往外面打电话？东风雪铁龙 C4L 啊！啊，你让我等一下给你打，什么情况？再打一个啊！如果不是你，哎，真的 I'm sorry 了啊！好，我们准备播了啊！等一下，让闲杂人等不要给你打电话。等一下啊！你先把前面的电话挂掉。好，不管怎样，我321之后就开始播了，好吧？有没有缘分就看这一波。走你。走你。他好紧张，要叉着腰站着呢。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哦，打通。喂。你说出来，
你爱谁？你爱谁？两位选一个。你爱谁？张伟。张莫愁是谁呀、啊？张伟和吴莫愁是吧 ？OK， 我在这里要恭喜你，你获得了东风雪铁龙 CCL 一年的使用权。谢谢你，非常的幸运。希望下一次我们到福州，或者是到全国任何城市，你都可以来继续支持我们好声音的学员。谢谢你。好了，现在要回到我们紧张的时刻，因为张伟和吴莫愁之间，两位到底谁会在现场获得的支持率更高一点呢？有请李。莫愁，在我打开这个信封之前，再为自己拉拉票，积攒一下人气。虽然结果已经无关，结果已经无关了，但是刚才我们哈哈小队，包括王克跟我的这段热舞的合作，希望大家给予鼓励和支持，好吗？好，谢谢。我们以后会继续乱跳的。什么叫乱跳？上位。刚刚有人说我在唱的时候，勇哥的五夫人，那他们刚刚好像是在现场，不知道有没有出现的可能性？有，他一直在后台的屏幕前方。你的意思要把他的准太太请上来是吗？对啊，叫大家吉祥物是吗？对啊，他是我们这一队今天的福娃。朋友，把你的准太太邀请上来。哇，好漂亮。今天真的要得以有我们这位未来的队的吉祥物，两队的吉祥物。对，我觉得其实他一直给我带来好运，所以今天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相信同样给小二班带来好运。吉祥物说点什么吧。谢谢大家，希望能够支持小二班，小二班你们是最棒的。两队的吉祥物，默默和黄勇的准太太。嗨，你好。吉祥物和吉祥物之间的交流，结果已经在我这个信封里面了，到底谁会更胜一筹？现在就是公布对战结果的时刻。首先我公布的是吴莫愁，你获得的现场票数是3226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公布的是张伟，你获得的现场票数是3647票，张伟胜！恭喜张伟为那一队再积两分，成为今天晚上的最强战队。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吴莫愁带领我们的哈林，哈林队的整组成员进行了一场完美的演绎。当然，也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刘欢队和杨坤队，谢谢你们，谢谢全场的观众朋友。是的，我看以后还有最后的决战，朋友。把你的太太带上了，绝对是你们的幸运宝宝。当然在这一刻，我们邀请全国的观众一起来关注大型抗日传奇剧《一个鬼子都不留》，正在浙江卫视中国台剧场热播。本剧是根据百川同名小说改编，谍战收视王于正领衔主演，欢迎各位的收看。这里是浙江卫视中国台交通保证好声音之对战剧场，以武汉站感谢东风汽车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感谢东风雪铁龙对于本站的支持。动态舒适稳操胜进，东风雪铁龙 C5 祝全国人民元宵节快乐。现在当然我们还有一首曲子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武汉的观众朋友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有请我们所有的学员一起带来我想。